么？冷气垫。三代电视有获得2023年的第一名。有点像我妈煮出来的东西。它是鲜金浓汤哎，它没有吃真的蛤蜊本人呢、啊。真的好鲜甜，它是真的很好吃哎。好吧，说话看起来太胡闹了吧？胡闹？怎么叫胡闹？十个可以抽中十入的这个夏威夷豆汤，十个可以抽到肉松的蕾丝波。出外景，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已经是黑暗的天了，就是已经晚上了。黑暗的天。今天要拍什么？冷气垫。我们的冷气垫呢还没有坐过台南，我就想说不如来台南找找一些冷气很舒服，大家吃了也会很舒服的店。因为接下来夏天怎样热又不时会怎么样 raining raining。 我们现在呢晚上拍到一半的时候它突然下大雨，一年四季只要有冷气的地方就是 happy， 但超级无敌饱，今天吃了非常多。你们猜我们这集满足吗？你们猜，那如果猜不出来就看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Yes。各位朋友，我们今天为什么可以来台南找寻冷气店？我们真心要感谢本身就是一间冷气店的财神明板旗、杨果、明板旗，他们是一间台南的伴手礼名店，开业快20年。我本来呢是在做这个夏威夷豆汤，从民宅开始，现在已经变什么了？豪宅，欧式古堡风，它是过了楼梯哦，没错，不会找不到它，它就在一个三角窗，独特的气派。最赞是什么？这包装有什么？丘比特跟怎样陪审团搭，就是要来吃他们这一次主推的这个招牌的夏威夷豆塔，跟它这个蕾丝薄饼，蕾丝薄饼里面包什么肉松，有够冲突哎、欸，它里面包肉松好好吃。如果你们很难想象蕾丝薄饼是什么的话，你们可以想象它外面很像很薄很薄的蛋卷皮，里面再包肉松，不错吃哎、欸，这应该蛮多人会喜欢的哦、因为它肉松我觉得很恰到好处，香香的，然后外面那个皮很酥，一吃进去全部碎掉。你可以说它的花生酱已经从这里，哎、你看，已经从湿的，对，好香，它一进去就是蹦蔓延好，这个从。小朋友吃到阿祖都会喜欢，常青商品。这个豆塔是我从青春时期，你就吃过的吗？我记得这个东西，你说 Min Benchy 吗？对啊，这个夏威夷豆塔就近年还蛮流行，而且不便宜，因为夏威夷豆本身是很贵的。我很喜欢它，吃起来有一种饼皮好香啊，爆米花的味道，因为它上面有那个焦糖，它有放一些果干，所以会中和那个焦糖的。这个好吃，上面有一点点那个牛奶糖的感觉，对，吃起来有点小小的黏嘴，但是不用怕，就是刚好它上面很黏，然后下面很酥，所以它是一个很中和的口感，越嚼越香，超好吃。这个夏威夷豆呢有十入跟十五入，推荐给各位丘比特们送礼。做客或是朋友入错趴、小孩子中睡趴，完全都可以送这个独立包装，对，你完全不用怕。那如果我们有更华丽的送礼需求呢？我跟你们说，这个更是华丽炫光金，而且这个超级重。这拿出来，你知道有多气派吗？它没有分珍藏跟预藏，这边的是珍藏，四种不同口味的饼干。第一个呢是蕾丝薄饼，它是花生口味的，然后再来就是起家糖、夏威夷豆糖，然后还有摩纳卡。然后摩纳卡分成盐之花口味跟香橙口味，花样不够，我们选择这个预藏。除了刚的那个蕾丝薄饼，起家塔一定要有嘛？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摩纳卡，就是这个蝴蝶酥，也这个算是万年不败的点心。还有这个佛罗伦丁，这个也会有点小黏嘴，饼干结合牛奶糖的风情。他们家的礼盒真的设计的非常的漂亮。送礼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提袋。他们家的提袋呢，因应他们不同款式的礼盒，都有不同的袋子。给蕾丝薄饼的味豆塔。也有他自己的对颜色也有配哎，这是十五入的。你们想要更炫泡的，我们怎么样？这什么爱马仕橘？不要以为需要陪审团来介绍，是因为人家名气不够，不是，人家名气已经超旺了。年节的时候记得要提早订，因为很容易塞车。这么棒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试过，真的是给他们一次机会。接下来的大节日是什么呢？中秋。发现我们的包车司机呢，在我们拍片的同时，他自己也进来。外带了两盒，他说哦，他明天要去拜访客户，他也要带这个。好像人真的非常的好，他一次呢就给我们20个名额，十个可以抽中十入的这个夏威夷豆塔，十个可以抽到肉松的蕾丝薄饼。是在台南已经开业非常久，它的创始店其实已经开89年了，但是这个呢是三代店，三代店有冷气，来了之后呢二楼非常的凉。请问一下，一代店跟二代店是都主打没冷气吗？好像是前一代是在旁边隔壁而已。其实我好像几年前吃过这家，但是没什么印象。我没有吃过三代，我只有吃过前一代。那你要听评看它味道是不是一样的？那个肥皮就是会把你嘴巴稍微黏住，但是我觉得味道很强势。这一碗很适合加胡椒粉，我觉得会香气四溢、很好吃哎、这个也很好吃。
这个是台南特有的饭桌文化，对于台北人可能会有点像自助餐。什么叫做饭桌文化？就是你去一间店，然后就叫个卤肉饭，然后很多的菜。好像台南有很多店都是走这个饭桌文化的。三拜店是有获得2023年的必比的猪脚，非常好吃。嗯、你试试看马鸡，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啊？今天的特别菜单，这就是一些三代的研发出来的东西。猪脚赞吗？来，你吃马鸡怎样？有马鸡吗？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日式马铃薯，台式马鸡，完全有点像我妈煮出来的东西。嗯，姜味鸡有加马铃薯。你觉得五仔鱼的迷人之处在哪？跟别的鱼不一样？我没有觉得它特别迷人。因为你今天谁跟？因为你今天特别指定它，所以我以为对，因为他很爱吃点五仔鱼。他跟他很熟，我觉得他只是喜欢五仔鱼。嗯，而且我喜欢有头有尾的鱼。好阿嬷哦。这家叫做8818，然后这家呢也是老店的。王先生说是他那个回忆的 memory 里面会来吃的店。这边有名的是炸鸡，然后我们有点意大利面、披萨，几乎每个品项我们都有点。意大利面呢本身单点的时候会附餐包，但是套餐没有。但是我们是套餐，所以就用加点。但是我猜它里面不是你要的东西。我觉得它里面有酱，它现在。它的外形长得就像是一个素素的餐包。好，大家留言，我觉得猜有没有？我也觉得有。它长得没有哎、欸。那有的话怎么办？有的话我自赏两巴掌，好久没在节目上自赏两巴掌。哎、欸，没有。Oh my god！ 请你自赏两巴掌，也太大力，超大力，蛮香的。试试看原味、嗯，不是那种特别甜的那一种，面粉香比较重的，我觉得真的很适合沾他们的汤。气泡水50元，无限畅，无限畅，看起来很好吃哎，而且它的松露，而且好细哦。平常比较常遇到的都是松露美乃滋，但它现在就是松露酱，也很纯的在上面，是，好吃哦，偏向饼干去了。辣炒蘑菇看起来真的超好吃，我先得称赞它的卖相，有非常。多这种美式或意式餐厅的炒蘑菇， yes, 上来之后都很爆，都爆掉了。还有蘑菇、香菇、茭白笋，蛮辣的、嗯。这个如果拿去炒意大利面，我觉得会很赞。嗯，好，那我们来试看这个海鲜意大利面、蒜味什么炒虾仁跟什麼。但是我现在看它的干贝的面，像那个宽面，我自己是蛮喜欢的。我超爱宽面，但跟我想象的有点落差，可能是它那个蘑菇的表现很洋派，这个就比较。稍微有点台台的，可是味道还是不好的。这间有一个我喜欢的，它冷气很凉，然后它的食物很热。因为上一家的是冷气不错舒服，但食物很温。可是我觉得在冷气房里面，就是要吃到那种食物很热、很蓬勃的那种感觉。这家又符合我对冷气店的期待。哇，还有个佛卡虾，你喝喝看，它蛤蜊精。蛤蜊已经打成汁了，会不会我们来期待一下？哎、欸，蛤蜊打成汁，它是鲜金龙汤哎，它没有吃真的蛤蜊本人啊。真的好鲜甜哦。对啊，它有蛤。我跟你说，它是什么？它是蛤蟆去煮成蛤蟆汤，之后再来煮这个浓汤。最有名的到底是炸鸡还是披萨？好奇哦，是炸鸡。现阶段会被讲说被披萨耽误的炸鸡店这个名字，对不对？这个名字啊。那你觉得你是被什么什么耽误的什么什么？被搞笑耽误的美女，被搞笑耽误的美女，对我这样讲，好好猜哦、喔。我以为会更有深度的答案，你再想一个。被丑角耽误的一样精灵，一样的。被丑角耽误的精灵，小时候是爸妈说，哦，今天带你们去8818，你们就这样耶。小时候不是这种会突然说今天带你去8818，是要有特殊的生日时段才可以说哦，今天要去8818，考100分。哦，小时候就算高档餐厅了，跟贵族世家差不多吧。對小时候贵族世家算吗？是啊，小时候贵族世家才去啦，吃牛排都算，我家牛排。所以你是小时候都可以随便吃哦？当然不是啊，我只是假装自己是出生含着金汤匙出生而已啊。那如果你以后有小孩，你会让他过金汤匙的人生吗？我如果有办法负担的话，你会富养？我觉得穷养才会培养得出他那个坚韧性。可是我们都是穷养，我们都变怪物了。我们有用番茄玛格丽特，对，好吃。嗯嗯。连披萨都要离我而去。我觉得他今天的牛番茄太大颗，所以很水，会有一点点稀释掉口感。对，那个口感跟风味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浓郁。我觉得这个长辈会喜欢，会看到那种大番茄铺在上面。不过他本人呢，那个面皮是好吃，他烤的面皮好吃，非常好吃。我小时候吃披萨、啊。
都不吃这个边。好讨厌啊！你现在是领剧本还是说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可是你有被骂过？好惹人厌。不是因为那个边都没味道了，我就会觉得，哎、欸，有人要吃吗？这样。你还会点啊？好讨厌。那你喜欢它里面有一阵子有很红那个芝士边吗？喜欢，因为我喜欢芝士。所以那个就不会留给大家。那个我就不会。我们炸鸡来了。我大胆推测，好吃。它味道是顶呱呱路线的。这个里面有高汁。哎、欸，好多汁，好多汁。等一下，你让他拍，你直接吃。我就知道，所以我才说，哎、欸，你让他拍，你以为是要拍你特写哦、喔，陪你特写，你预测的很好，对啊，所以我刚刚已经有想要预测你们的预测，所以我刚刚很小力的吃，我很小力，但是我预测了你的预测，我预测预测预测，里面下面碰啪、欸，接受超大，嗯，炸鸡真的很好吃哎、欸，哦。它很鲜美，虽然有腌制，但是刚刚好，不会让我们觉得说这批鸡肉不新鲜的那种腌。因为它其实跟顶呱呱有差哦，炸皮有点像，但是它整体来说对完全不一样。你第一口吃进去的时候，你吃不到辣，它的也不是肉有辣的那种路线。然后你开始后面，你整个舌头上面都会辣，但是不痛苦。可是它后面会来，来了来了。它的腌制味有带了一点中药，对，很好吃。来了吗？我想象还没，还没，你还没来，还没啊？不懂辣是不是啦？不是，我觉得我刚刚有咬到比较多的皮，因为我第一口没有吃到皮。它的辣好像是出现在皮上面，它的皮呢是有腌辣粉的感觉，但是肉是中药感。我觉得两个人有不同的风味，不会很单一。家呢，据说是有大量的网军涌入投稿的 Hitoiki， 他的意思是喘口气。这边非常赞的呢，是他有咸食、甜食，然后他的咸食呢，甚至还有饭的，对，点了两个咸食，然后等一下还会陆续有甜食。而且我觉得他的店真的符合他的店名，让人家真的有一种很放松的休息。对，刚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在点咸派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哎，要不要加套餐？加90块套餐会有一个那个烤蔬菜，然后烤蔬菜是节瓜跟玉米笋，然后他就陷入了一个不好意思拒绝，然后想答应的地方，然后我就说不用吧，你刚刚有才骂过烤蔬菜，然后他就说，哎哎。怎么讲？我说没有啦，我是骂爸爸你爸的烤蔬菜，不是因为这家店你会不忍心在这边展现太浓烈或强烈的负面情绪。你这个人真的很多表哎、欸，不是，就是你很难捉摸。你有没有听过一句成语？爸爸家的女人就因地制宜。可是你这样会让人家拿捏不了，比如说你什么时候要吃？因为爸爸骂老板就会打来说啊，我该被骂，我在那边认真烤蔬菜就要被你说因地制宜。好吃吗？它但是它的那个酱是偏比较酸一点，跟面包下面烤得很好。这家的巨量投稿除了身在冷气以外，大部分人都就是连咸食都好吃，跟所有的装饰细节都喜欢。它有放黄芥末，所以你吃得到它的那个芥末籽的香气。因为我喜欢有加黄芥末的，比较不单一。比较不单一，而且我觉得黄芥末的香味不会觉得像只有美乃滋一样会觉得哦。只有甜味，对，因为我自己其实不喜欢美乃滋，所以我很少吃蛋沙拉。但是有加黄芥末，是我喜欢的。这个呢是苹果美式，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二杯，因为他们刚刚端上来的时候呢，有点不小心翻倒了。他就说没关系，留着我们喝这杯就好。然后就说哦，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要很坚持他们的比例。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说哦，那没关系，这杯也可以放着，然后再给我们新的。那也要平摊开两杯，超级好喝，幸福的味道。这个怎么喝啊？没有没有啊，这边还有一壶哎。哎，你喝完这杯再倒啊。进来啊。欸、我刚以为你是开玩笑在问诶、欸。逻辑是说，我以为这里面是一壶别的东西，然后这杯是这杯，然后有的不同。没有，他只是想把你倒好一杯出来。哦，是这样子，是公圈店家不要这样故弄玄虚耶。然后多喝一点。对啊。好喝归好喝，老实说会有点洗发精感。这个是铁观音吧？有。这个是铁观音，很漂亮啊，薄面，你看。他说中间是什么？原味，然后这是抹茶。我上次吃完可丽露之后，我就有去查，它其实叫做天使之灵 ，Angel Bell。Yes, yes， 它是外面那一层比较厚一点的那种，很焦酥的，里面跟外面口感差异非常大的。我觉得这个比较像真正的对可丽露的想象，茶点感。这个是巴斯克，跟以前我们吃的口味不一样，因为它这个有加酒。所以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平调巴斯克，有酒味，对，它加莱姆酒棒啊，嘟嘟嘟嘟嘟，我觉得它这个是一个很
成熟的巴斯克，而且对，而且它里面是不是更滑更滑？它的甜点都有一点大人风，嗯，对。半喜洋果子呢，他们从民宅晋升成豪宅之后，里面呢还可以坐着享用饮料、冰淇淋还有蛋糕。这个享用呢是要付钱的，我怕大家以为说哦，选伴手礼就我来挑，然后免费有一些。没有，他们家的伴手礼可以推荐给大家那个公司行号，要送那个年节礼盒的时候，其实也很适合。中秋节有时候公司也不知道要送什么。然后我刚刚发现我们点蛋糕的时候，我发现后面他们盒子很漂亮，我刚刚拿了两个想要给大家看。你去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带这个礼盒去，有没有蛋糕装在里面？拿出来也超漂亮。现在点了他的那个蛋糕在吃，还有冰淇淋，上面这一球雪橙优格，超好吃，酸中带甜 ，very good。这是母亲节之后推出的芋头蛋糕，它里面有布丁，酸哦，好好吃哦。它这很像一个大的芋头蛋糕，把它缩小。它的芋泥好好吃哦，芋泥好像可以单飞成一个芋泥球的那种甜点感。名板其他就是可以来挑选伴手礼以外，还可以跟姐妹在那边坐一下，然后吹个冷气，因为它里面的冷气其实很舒服。它还有各种不同的小零食饼干呢，就是不止我们刚刚介绍那些，就是我那些是礼盒嘛，对，然后马卡龙都可以单买的，还有吐司，然后也有一整模的蛋糕，所以你要庆生或干嘛的，其实也都可以来这边一站式购足，我觉得非常的方便。而且还有独角兽。早知道叫你穿蕾丝礼服来了，因为这个旋转楼梯跟那个水晶球，而且英国女皇跟大家握握手啊，怎么办呢？大家可以穿这样，然后去走。跟这边4888人打招呼。欢迎大家来到名板奇洋果子，这边有非常多好吃的甜点以及非常多的伴手礼都可以选购哦。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嘉南水果店，我们刚刚呢就吃了一些甜的，甜的完之后就要怎样接咸的，但是这一家什么咸甜融合，这家有传统的冰、传统的果汁，还有那个吐司，重点是有什么锅烧意面，然后它锅烧意面我跟你们说大有来头。台南以前有几家很有名的那个锅烧意面店，有一家叫小豆豆，然后有另一家叫做那个丽丽，据说三家是三兄弟。哇，对，但小豆豆现在已经成为传说中的回忆了嘛？所以说，因为已经收起来了。这间店呢，被投稿说是冷气店，可是我们刚进来之后，我觉得它算是温和，你不会觉得热，但是不会觉得热的前提是因为现在外面也不热。我是没有看过黑胡椒下手这么重的。但是台南的锅烧意面就是真的吗？李家的哦，李家哦 ，OK。我其实跟台南的锅烧意面非常的不熟。好喝，它那个是清淡系的，它胡椒看起来很重，可是其实喝起来还好。这个瓜蛋看起来太好吃了吧？这个有蒜泥吗？这是已经加了蒜泥，然后还有不一致的肥肉。它的意面是还有一点硬度的意面，对，不是那种已经被泡软的，我非常。喜欢你还可以吃到一点面味，闻起来好软，好喝哦，好吃哎，这个超适合就是学生下课后来吃，哎，超级福斯米血儿，我们好像很久没吃到福斯米血，这个龟鸭汤是吗？超好吃！我跟你们讲，它的味道有点像谁？肥龟。我们有一次在一家巷子里面的面店，非常红，也在台南，招牌是蓝色的，角度，对，整体风味跟它很像，跟锅烧的汤完全不一样。更重口，不同人，因为它有卤汁，对不对？更重口，然后再加那个蒜泥的香味。哦，它蒜泥很赞。哦，它的蒜泥给的好多，好爽。这个比一般在专门在卖龟鸭的面店还要好吃哎。它的汤头带的甜味，一点点。对，可能是那个卤肉的关系。哦，我觉得这一碗的汤比锅烧的汤还要好喝哎。我会想要把锅烧丢到这一锅里面。真的好好吃哦，而且它卤味的味道也好，比较带甜一点点。下课来分点一下卤味红茶，好爽。这一盘85。它这个是有在主打有茶叶的卤味。这家如果我在附近读国小到高中，我真的都会瘦不下来。我在附近读国中啊。所以你是被害的那一群，对不对？我讲它就是有甜有咸，然后有主食，然后还有冰的，然后有饮料。我吃很多甜的，然后就想说好想换个口味，然后想说它冰果室，结果一站够足。对，今晚的卖相不好。就是一个贪心的品，但看不出来主角是哪一位。那美是在说它的果酱呢，有凤梨，又有草莓，哇，然后又有炼乳。我个人不爱哎、欸。不找。哎，不对，它不是凤梨，它是百香果。我吓一跳哎、欸。不对，这杏仁豆腐的话你会怕对不对？对。哦好。可我可以试试看。萝卜糕。
很信任哎、欸。这碗我不会吃，太复杂了，这太复杂了。我就可以来，然后你可以点一些你从名字里面可以看出它是什么的。因为我最喜欢来这间点的其实是什么卤味牛奶加布丁。哦，那干嘛不点？那给我吃。因为我想说，你们要拍片可能要拍一些比较特别的哦，真特别。那像大张美的冰是什么？你们就可以选选自己喜欢的。对，我觉得这家店冷气我不给过，已经融化了。我们现在呢在麻花东北铁锅炖，然后那个时候刚刚进来的时候，纯就说了一句 What's this？ 然后我就说我觉得就是你会喜欢的，所以我现在要先立一个 flag， 就是看他等一下会不会喜欢，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结合了两样他会蛮兴奋的东西。第一样是辣，第二样是面。现在我们换了位置，因为刚刚那个位置会很明确的收到那个冷气的声音。那我们今天的投稿呢是冷气店，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呢觉得欸、有冷气吗？但老板娘立刻开了那台很大声的冷气，它算速凉冷气，其实凉蛮快的嘛。但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它前面其实是一个有点像是小庭院，然后有很多植物，所以会比较多蚊子。算室内，但是会比较多。对，我现在已经被咬了，所以大家可以明显看到有一两只飞过去了。打开吗？哇哇哦，好酷哦，好香哦！这个的味道，刚刚那个汤一冲出来，就是你可以明显感觉到它的各种不同新香料的味道，这一定很好吃。老板娘推荐了我们一些他们这边必点的东西，等一下就来吃吃看。因为刚刚老板娘的性子确实蛮像东北妹子的。哦，我以为说像你耶，喜欢强迫他人。是你啊，因为你刚刚在跟他对话的时候，你有点虚伪。你刚刚跟他对话，两边其实略针锋相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在看两个豚讲话。我来了，我来了，好，这边，来。哇，黏在边边。玉米饼嘛，玉米晒干以后把它磨成粉，它属于五谷杂粮的一种，也就是所谓的粗粮。在我们东北哈，我们现在东北人吃这个，就是吃一个怀念，有没有？我们这边有吃馒头的冠军，一个人一次吃了13颗馒头。13颗？是多饿啊！这个也不小颗哎。太好吃，不是，是他是眷村长大的啊，太怀念，边吃边哭。有啊，他姨妈过来玉米饼，一口咬下去，眼泪掉下来。哇，带着，好怕。说吧，看起来太胡闹了吧？太胡闹，怎么叫胡闹？哎，哇，然后他会因为蒸汽而膨胀，对不对？对。然后你等一下会剪它吗？要。不给你怎么吃啊？而且很喜欢针锋相对，因为你说胡闹话，什么叫胡闹？对，什么胡闹？不敢说我料理是胡闹吗？你讲话。哇！屁股！是谁的肚皮啊？我的。你的哪有那么大呀？肚皮。来，一口饼一口汤。好。比我想的不那么强势的辣，浓郁温和。鼻子闻。你去拿三个屁股。没事啊。被子好吃，馒头真的可以多点。我觉得那馒头好吃。那馒头跟玉米饼都一次吃过。对，推荐大家来都点那个馒头。还有被子我也好喜欢。好好吃哦，但是口味重爆，非常喜欢。它就是拿来沾馒头跟那个面的吧。但我能想到这个我会这么爱被子。你是不是有点那个绿豆粉？它会有点会咸到可能吃不到那个辣味道，有些食材你可能会已经哇，就是会太重。可是我是觉得是蛮。你有吃辣豆腐吗？吃了。那你觉得怎么样？很里面。你说炖到很里面。对对对，味道在很里面，极度重口，比一般你想象得到的麻辣锅都还要重口味。Q 味，很 Q， 不是一般的宽粉哦。这粉好好吃哦，芥末的丸子蛮好吃的哦，芥末的比芋头的再更加多汁。我觉得它的丸都很好吃哎，这个香葱的也蛮好吃。然后我觉得这间店目前的冷气表现不错，因为它辣度这么高，但是其实没有流汗程度。对，你现在流的汗比上一家少。这家呢，冷气跟饮料的冷度都很好，因为它的饮料非常冰。我觉得这就是钟怡墨小姐。你说她常常在说自己很像一些甜点，其实她上的是这一锅。没错，我跟你说，来，你告诉我，我听。你看，我们呢，明明就知道它很辣，但是我们吃了有可能会。觉得肚子有点不舒服，所以我们还是拼命的想要靠近他。你就是一个这么棒的人，你知道吗？
哦，充满信念，源源不绝的让我们想挖掘里面还有什么，然后每个靠近你的人都抵挡不住你的魅力被我以为你要想每个靠近的人都拉你回家。聊天室的大家帮我确认一下这段是不是在，对，我有点不太确定，因为我不想一下就否认他的好意，你知道吗？因为大家都想靠近他是一般美意，哎，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句话回家都拉稀，回家都拉稀啊，回家是拉稀他说的嘛，那你赞同他还是反对他？我觉得就是看那个人的承受度，不是说每个人接近你都会拉稀，因为也有不拉稀的人啊。靠近你呢是需要练习。原来靠近我是需要练习的，跟分手一样。第一次可能会觉得，哎，我真的扛不住这样的女孩子。但是第二次就觉得越来越可以了。这家会荣登我们有史以来吃过最像口的一家店。他从锅底然后到老板都像，他什么都像。而且你常常生气的时候就这样红红呛呛。我人生。刚那一段我知道是戏虐了，这个我看得出来。他源源不绝的创意。但是我只能说，当他也没关系。你看，高朋满座，没错，还是有人懂你，还是有人爱你。是啊，对，这个是我今天愿意回访的店。我是你的回头客啊。对啊，你看得出我的眼神的。被淹了。他刚刚他以为他演星星，超级星球崛起，结果是淹死。推荐大家来，但是千万不要一两个人就来，因为他老实说。分量非常大，我觉得就是四到五个人以上，对，好吃呢。我们也没有吃过这么麻香辣，其实都很高深的一锅。我觉得要有心理准备再来吃。对，像我不吃辣，可是还是会忍不住夹下一口。对，對就是他现在很开心，就是只要有人说很不错，或者是我愿意再来，或是想推荐给人，他就觉得你们都是来光顾我的，我是这一锅最辣的。好有创意，他从来没有演过这段，就是这一段的这样。我哪有这样子啊？内心绝对有。他刚刚那一段，还像照魔镜。对，所以是啊，关你屁事啊！有在跟你聊天吗？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微微的算渐入佳境，因为其实老实说，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是有遇到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有吗？有啊，就被说没水准啊。哦，我们拍片被说没水准，好难过。对，有点 sad。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后来呢，就重振气氛。而且我觉得只要有冷气，我们就满足。Yes。而且只要有包车，我们就满足。对，符合这个主题，连包车都有。我今天其实没流什么汗的，除了在迦南小流一点汗。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包车？因为什么？我们有财神啊！我们财神要谢谢什么？明板旗洋果子，让我有吃有拿。我们今天还拿很多礼盒回家，这个哈、哦、回家，我觉得我妈也会超开心，你妈应该也会吧？妈也对啊，你就分给你的室友吃。之后台南还是会常常来的啦。谢谢明板旗洋果子、嗯，虽然说最后下雨了，但我们还是觉得非常开心。谢谢台南，记得到下方去抽奖啊、哦！对对对对对。